Hello，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卤蛋当家。为什么今天是我？为什么在换到这一趴变我坐在这呢？靠你了，因为我不想动了。简单来讲，我们先来看一下老师的字卡。我今天来了一位漫画老师。哎。好，我们漫画老师叫这位叫蓝心人。哎。好，你能不能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蓝心人，大家好。是不是很尴尬吧？好尴尬的，我天哪！就坐在这里才会发现说，大家辛苦了。原来这件事情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真的很困难。喜欢的漫画家荒川弘、春田雄介、藤崎龙、山下和美等。入行原本计划在出版社做美编设计，但是因为画了同人志还有小说封面，开始在漫画之路上小跑步。好，我们欢迎我们的漫画老师蓝心人，谢谢大家，谢谢。如果要以什么老师为称呼的话，你会希望用哪一个字呢？哈，什么老师？就例如是蓝老师或新老师或人老师。蓝老师，也真是好，蓝老师好了。好，就这样子。对，谢谢。姓氏为主。谢谢。来继续。所以像我现在坐在这是负责要，对，你自己想办法。因为其实，你是主咖、啊。我一直觉得就是用。要怎么讲？有种被挖坑跳的感觉。无所谓，无所谓，加油加油 ，Go！ 很废耶，你们是不是懒行不行啊？说是你们啦、啊，你最后面必要行不行啊？因为有点，我有点就是心情上有点要怎么讲，很纠结，转换比较难，很纠结。因为我们今天老师看这边后面的主题跟前面的一些画作，都是我们老师的画嘛。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主有一些不是啊，有一些不是，有一些是其他老师的作品，哦、对，然后有一些是封面，对对对。那我们老师就是主要都是以我们要讲 BL 女性向耽美向去做创作的，所以老师是从同人志开始磨练的嘛，所以鲁鲁在跑同人会场，所以大家知道很少，比较少，女就去，对，很少啊。那老师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同人志是什么。同人志的话，就像是 One Piece， 好，海贼王好了，里面会觉得说，那个叫什么？我突然，鲁夫跟香吉士觉得说，哇，他们好帅哦，然后就他们在一起。好、哦，这是同人志。这是你的解释吗？这是一个同人志，我有解释。对对，就是这意思。就不管说是让他们做出在漫画以外的事情，然后或者是说让他们谈恋爱呀、啊，然后有另外的旅行都可以。那就简单来讲是二次创作。二次创作。所以老师本身会到同人会场和读者接触吗？会，每年都会摆摊。所以即使现在即使出了作品，只有自己的漫画有需要去创作以外，你还是会每次有活动都会跑活动会场。会。只要是大厂的 CWT 啊，然后 FF 因为男性向的就算了，对。那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每位来的漫画老师，我们都会问同样的问题，那就一样，请我们蓝老师回答我们一样的既定的问题，就是你画漫画的灵感来自哪里？生活处处都是灵感，所以说。像有一年啊，夏天就超级热，然后又完全没有下雨，然后我那一次真的完全生气了，然后就随手画了一个就是老天爷跟水库的漫画，在这边，对，哇，然后这样的话有点反光，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调，压下，对对对对对，好，他努力了，总之这就是老天爷，然后这个话就是水库，然后就老天爷会天降甘霖，然后就是，可是接下来的部分就是 R18 的部分了，有兴趣的。同学们或朋友们，欢迎到我部落格来看看，谢谢。所以你部落格是会有分享里面的内页，还是就是内页，而且小朋友真的就全部都会放在上面分享？没有啊，会，因为其实他这个一开始我也是自己画开心的，但是没想到受到的回响还蛮不错，大家都跟我一起脑洞，然后就顺利的集结成册，然后甚至还出周边。其实我有出两款啊，因为这一款的话比较能够出现在荧幕上，然后这是吸水杯垫，所以这是水库吸水就啊，上面有文字是不是？对对对，没错。你有办法念出来吗？给你念好不好？我觉得你挺适合念的，对，请念的销魂一点，谢谢。老天爷，我好渴，给我想喝水，不够销魂一点，这叫销魂，这个他但你行的，哇，这乳头挺尖的。像你一样尖，不然让 LV 念。那
老师画到很累的时候会做什么样的舒压？嗯，啊，这是一个好问题。然后其实我画得很累的时候，我就会站起来，然后做国民健康操。啊？怎么可能啊？我还想说是真的吗？当然不可能啊！就除了画图以外，什么事情我都做。看漫画吧，因为看好像老师喜欢的漫画家还蛮多的，还蛮多的。但不只是看漫画，阅读啦。小说、漫画、电视、电影，或者是起来煮个饭，然后出去散个步，反正就是不是画画就不要是画画的，我什么都做，什么都好，这样就可以抒压了，真好。对啊，那你本身有什么启蒙的漫画家之类吗？就是最喜欢的，最喜欢对你印象最深刻，或者是他可能启发你一些灵感啊，甚至是就是你的画风之类的一个启发点的漫画家。因为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不一样的启发的漫画家，所以如果说。藤崎龙吧，藤崎龙老师的《封神演义》哦，《封神演义》他也算是让我就完全投入同人志，然后还有知道、真的才知道说 BL 是什么的作品。封神演义，我记得不是 BL 作品吗？不过里面绝大多数啊，都是美少女。里面男角是蛮多的，对啊，非常女生还蛮像男生的，所以他这个的话。女生像男生啊，里面有哪个孩子？啊、妲己啊，有啦，妲己啊，妲己妲己妲己没了，想不出第二个，就妲己。女生像男生，妲己不像男生啊，妲己还 OK 啊，她很性感。那有办法讲出第二个女孩子的名称吗？忘了。王什么蚕的？王天蚕？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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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王贵人好了、啊，他名字贵人，对，他妹。我真的觉得这不重点真的太久了，封神演义还是不要探讨这个东西。好吧，我们换一个话题好了。对。所以你是看到《封神演义》之后，你才想说，我将来也想要当漫画家这样子？没有，那主要是纯读者而已、那你是看什么作品才会突然有说啊，我也想要画漫画，然后想要把我内心世界表现出来这样子？有没有这样的作品？应该是说就《封神演义》吧，就是所以就是《封神演义》还是《封神演义》啊？所以老师，你第一本画的同人志是《封神》的吗？虽然是小事画啦，但是如果说是出本的话，是《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对，《哈利波特》里面青世代就是奸情满满。很了，没办法想象出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对你不了交集，没办法，不是我的世界。哎、欸，你的世界多聊一点。没有，因为我的启蒙作好像也是《哈利波特》。对呀、啊，那一部真的好看。原来如此吗？《哈利波特》是当辅本在看的吗？真的是没有啦。它就本来也好看啊，可是辅的部分也好看。哦，对，就自己脑补辅这样子。对，好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老师的作品好了，我们 Q 一下图片。哎，好，这个是。这个是漫画吗？对，这是在东立，然后 Touch 系列里面，然后我负责的是这一篇《魔法师的野兽恋爱相对论》，这名字好长哦。对，啊、真的、啊。然后基本上我在取这名字的时候是跟编辑一起就讨论，然后在想说到底要怎么取呢？然后最后就得出这一个结论了。就像一个轻小说一样，越给白越长越好。嗯哼。可是我现在有个问题是，老师，你不会觉得就是因为你之前都是以画二次创作就同人志出来的嘛？你现在要你自己想剧情、想故事，你不会觉得就是很？不会耶，脑洞来自于生活，我连老天爷跟水库都可以了。哦、对啦对，是啦，所以都可以啊。我之前连晶片卡跟读卡机都，是不是？所以我说猫跟狗是什么东西？什么猫跟狗？没关系，你大家都知道。一般的东西、啊，对不对？哦，原来是上面的题目、啊。对，我们等一下会有个小活动啊，那我们先把问题问完。哦、对，所以这部作品大致上是什么样的故事？是一样来自某两个东西的启发吗？还是应该说它是有主题性的？然后它主题是傲娇宫、然后因为傲娇宫的关系，然后我就联想说什么东西最傲娇啊？然后我就想猫嘛，然后就给它按上去之后，然后就想说好猫猫猫。可是猫的话就不霸气了，所以就想大型动物那就抱、然后在奇幻世界里面然后谈恋爱，而且因为是奇幻世界，所以说它有动物的耳朵跟尾巴，这也很正常。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开始慢慢设定，然后就把它骨架给建立起来了。因为我刚刚你刚刚一开头一讲猫的时候，哎、欸、呦，你眼睛瞪超大。BL 作品男性当然不熟，你们两个一定是没有接触过吧？没有、没有，不懂。连巨龙哎，巨龙、百合有吧？这种多多少少会有吧？对，比较接近一点，普通骗人哈。
比较接近一点。我从头到尾都骗人的好吗？不能这样先入为主。因为我们这边有个小测验，就是有些问题，然后请我们哦，我们四个人在白板上写下答案，然后会发现我们四个人的想法，想很多想法，不能看男生跟女生的想法差在哪里吧？白板，哦好，这边有白板，不是这个啊。不是、哦，这个不是白板，这是保育龙。我想说为什么要写在保育龙板上面？我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么漂亮的白板？不是，那保育龙黄子，好，没了那一块。哎，好，我的这么黑啊？好，还有另外一面，抱歉。不是这样吗？有我有笔吗？现在是排挤。有啊，你这被欺负是视觉死角，没办法。哎，好。然后要写什么？首先第一个，请。自创一个你喜欢的漫画名称，就是如果今天要你创作一部漫画的话，不管内容是什么，你会把它取名叫什么名称？是这个意思吗？好，可以啊，来啊。其实我觉得漫画名称好了，好，叫漫画。大家都这么久，弄得我好像很随便一样。好了，嘿，那从叶子开始吧。好，啊，我从我开始。对啊，从女孩子开始好了。什么？你不觉得看起来就很好看吗？我没有看到情裤，然后一部漫画，我想里面会很多大肌肉，怎么办？一个猛，然后就哇，这漫画看起来好好看哦。他说讲什么？我觉得还蛮吸引人的。哇，他可以有很多种。不然你的嘞？女孩子嘛，女孩子先啊，之后会有嘛。哦，好。你看一下老师的。好，先看老师的。我的吗？嘿，是我觉得走传统路线哎。可以。对啊，这样。第二个字怎么念啊？斜逆。哎，我写的对字吗？斜。对啊，斜逆秘书俏总裁。总裁系列。我真的是总裁系列。巧说话。还是可以啊，主要是画成漫画也很好吃哎，对不对？好。那。还有你还 LOD 先来，没有，我想说什么什么什么的战绩，可是前面那种通常就是什么你可能虚假出来的那什么大陆名称啊之类的，什么兰斯特战绩啦，对啊，什么罗德斯岛战绩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战绩，对、欸。可是我真的有一个叫圈圈圈战绩的书的话，我会圈圈圈不错，圈圈不错，对，就留圈圈战绩，年龄好轻小说，这个你什么特什么战绩，好像你已经想好第一书的书名了，不错，真的。对啊，就叫《圈圈圈战记》，搞不好真的会点进去看哎。对对，好换鲁鲁，我取这个天下人，是不是好像港漫杂志吧？我看跟之前大中天，我猜也杂志吧，因为写起来很方便，就这么写。财经杂志，然后又是财经杂志，漫画就那种港漫的感觉，就是那种你死我活类型，你死我活，对啊，真拳斗志，好看有没有？太简单了。笑屁啊！天下人，天下人，我总觉得干你根本是一时想不到在那边乱扯，没有这种东西最好写了。加一，再，哎，还有什么？两位主角在街角转身，忽然撞在一起。请问男主角说的第一句话，请问设想一下，这两位主角到底是一男一女还是两男女主角？他们就写男女主角，他说男女主角，然后男主角。刚刚上面你自己看荧幕上根本没有 key。哦，真的哎，脑袋是什么就是。哦，真的。第一句话写好了。奇怪，为什么速度这么慢？看你为什么都这样子啊？没有，我写了三个字。你还擦掉嘞？因为我写错字。写错字泼出来啊，多逗趣。无所谓啊。哎，这个字这样写吗？是啊，是啊，我看了一下，不知道你写什么字啊。拿起来。哼，就哼。那这个就比较简单，换我。撞三下，我本来想写类似的东西，但我觉得不行，漫画还是要有点就是。不用，漫画这种东西，就越口语化越好，对不对？看老师，那再换我。我的交叉，这个是他雕的吐司的意思。你设定一个画面的吗？其实我原本想说是豆浆，然后整个被压扁在身上，然后下一个大概就会。我感觉好臭，就想就好臭。聊自己啊，走路不长眼睛，不是，这是他们认识，他们认识
吗？不能这样啊，可以不长眼睛。哎、欸，这可以连在一起耶，就有没有？就这小我早餐，早餐你怎么不长眼睛啊？哎、欸，其实也、欸、可以耶，对，有故事。发现我们四个人可以联合出一本什么怪事？可以做那种四人创作、啊。好，来来，下一个，下一个，可以可以下一个。两个男生朋友，一个不小心跌倒，另外一位拉他手臂扶住了他。下一秒剧情会是两个男生。下一秒剧情哦，现在是要想剧情是不是？扶住了他，跌倒或扶住了他。我来稍认真看一下。讲些什么东西，或者是剧情哦。抓住，抓住不就普通啊？好了，我写完了。我觉得这一题我们要先从男生开始看。可以啊。L 力好了吗？他还在分析。好。好了。好，什么？表达感谢。表达感谢。下一秒剧情表达感谢，就是起来就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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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谢谢大哥。好。好。谢大哥扶我一起。你是北汽。先为什么再说？因为如果突然有一个人莫名其妙在我跌倒，比方说你好，你在我面前跌倒，我一定会这样讲。可是你拉住他了，你他妈的还是会是还是会这样讲、啊。你拉住他，然后你已经扶住他了、欸，对啊，扶住他之后还是会这样讲、啊。嗯，是不是？因为他都已经先跌倒了，死地两耳。好，我们来看老师的好了。好、啊。老师讲什么？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出现，不是扶他，不准扶他。深度梗，这太深度梗了，老师。太强了吧。其实我们在来之前还想说，这个收看的观众群，真的 OK 吗？可以可以，逮就不逮就。可以可以，我相信不准扶他，这应该应该还在。反正懂的就懂啊。第三个冒出来的一定是鱼柱喽。是懂有最懂鱼柱了，是不是？我们来看叶子，抱住他，然后跟他说小心一点。很普通嘛，对啊，很普通嘛。你的也没什么爆点啊！我的有爆点啦、啊，我先骂再说、欸。哪里爆点啊？我想你知道你就会这样的回答。普通，普通。啊、看来叶子就是没有特色的人。啊、你还不讲美容力没特色？美容力真的没有特色。普通，普通。来看下一个，下一个是什么？谁坑谁瘦、欸？校园漫画中参加运动会时发生了脸红心跳的画面、欸，你觉得是发生了什么事？没关系啊，这也可以啊，什么东西？发生了脸红心跳的画面。运动会。脸红心跳，发挥你的想象力。好，可以可以。发生了什么事哦？哎、欸，写太长了，关掉了。其实白板的空间就这样写，也没什么好写的。而且我觉得你们都写超赶的。补充，可以补充说明。从 LZ 开始好了。好，那我先啊，反正我都。哎、欸，好。好，就设定是接力赛，然后跑到终点的时候，然后最后一棒爆音。到底为什么会爆音啊？是世纪末风格。事情为什么会爆音啊？有没有还要露北斗七星出来？我脑海中那个不是很脸红心跳的，那个看起来好出众。哇，你要想问美少年身上背篓七星，然后再爆衣啊？因为我知道是那个一拳超人那个性感囚犯，可以可以，一拳棒，然后我喜欢那一幕，可以，好性感哦。可是我不会脸红心跳，不会，太有力了，是吧？可是比较老套，就是男主角看到女主角换衣服。就是运动会，等一下，我们现在等一下，我现在讲一下这设定，就是啊，你讲你讲，就是女主角可能就是因为之前在前面在做些什么可能文艺部的活动，然后接下来就是轮到她要上场了，可是她临时要换衣服，所以她找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换衣服，然后被男主角看到，这样子的设定、完全暴露你的性癖，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这个海报板很小，我想说我们用后续补充会比较好说明一次，真是麻烦，对，看我的浅显易懂，什么你写什么跌倒抓下女主，这个直接就变成裙子，直接整个抓下不就好了吗？你原来还在抓裙子吗？直接就变十八禁。可是你想想看哦、喔，有一个盲点。如果说他穿裙子，然后你只不过是隔空，然后结果裙子还在，然后只有抓下内裤，这样感觉很脸红心跳啊。
只有你脸红心跳、啊，旁边就会觉得说，反正就只有我脸红心跳，还有讲说一定要谁吗？发生了脸红心跳的画面，脸红心跳啊，好吧，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我突然觉得我写的是最正常的、欸，你的太普通了啦，没有特色。我没有什么发想象力啊。啊，你讲什么？你是街舞比赛，然后上面写的是喜欢的人，真的是很普通哎、欸，这才是正常的学员生活好吗？你们的学员生活到底过得怎么样啊？普通到不可置信。你街舞比赛，他就需要一个正常的对比好吗？啊、天哪、啊，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搞什么啊？对啊，都会扯不正常。这个才叫正常，正常的内裤。你那个只是性癖，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怪怪的，你这个有什么？心跳啊？为什么？没正确，没正确，就这样。还有湮灭哦，对，快哦，是不是？还有下一题吗？看别的，这是什么？电视机跟电脑，哇，你们没有想象力耶！电视机跟电脑，你知道这题目原本是狗跟猫谁攻谁受，然后我跟哈鲁说，我靠，狗跟猫这个超级一般，是根本没什么。然后我随便跟他举例说，例如电视机跟电脑屏幕好了，就他还真没有打上去。哇，我还真的是他妈没有办法讲。Xbox 跟 PS4， 好，Xbox 跟 PS4。哎，这样很敏感哎，我工作机会。对啊，不行不行，这样可以吗？我都写了。我还是写电视机跟电脑。什么？他都写 PS4， 擦掉。还是写电视机跟电脑屏幕。为什么要这么敏感？没有敏感啊，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对我的工作效益来讲是蛮敏感。不要怕吗？不行，可以了啦。你的实况上面都讲得多怎样的？哎、欸，讲得真有道理，那我们就换回去 Xbox 跟 PS4 好了。电视跟荧幕，哎、欸，好难想。猫跟狗就很简单，对不对？对啊，猫跟狗就好简单。对啊，那太普通了。其实这是有逻辑可循的。嗯，但是每个人答案是不一定的哦。从答案可以看出，就是一个人的思维吗？靠，这是什么 BL 测验吗？哇，萤幕的幕我忘记怎么写，难写。明明那边你可以直接写电视或电脑就好了。老实讲，这个距离我就已经看不到。然后我就直接用眼睛的幕就好了嘛。接好了。好了，那先从男生开始好了。我先好了。啊？电视是兽，然后电脑萤幕是公。木工。有什么？因为我觉得电脑萤幕可以看到的东西比较多，就这样。好，下一位。我也是电脑公，然后电视是受。哎、欸，那你的逻辑想法呢？因为我觉得电脑可以，也我也是觉得电脑接收的资讯比较多，然后电脑萤幕也比较大，而且也比较便宜，所以我们同价位我们可以买比较大萤幕，但是不能买比较大的电脑。这是用电波来分。我们比较务实啊，对，所以电视大就可以供，就是电脑萤幕大就可以供电视。挺科技感的，真的，我们比较务实。女孩子呢？我的话是。电视是大叔手，电脑萤幕是年下工，就是萤幕出来以后会把电视淘汰掉，这就是变成一个契机，你知道吗？他会憎恨他，然后就会导致有一个、啊、算了，我不要再讲了。哎、哦，可是我能够了解你在讲事吗？对对对，我可以编出一个故事出来，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再编下去好了。报告老师，我听不懂，你可以讲详细一点啊。年上年下，哎，你再修炼一下 level 上来就可以穿。我不用教，我去多台点电脑就好了。好，那再换我。两个都可攻，它可攻可受啊！你想一想，它有接收器，然后也有插头，所以就代表说它可以一边接收的时候，然后其实就一边，它等于是同时在做这两件事情，所以他们是，对啊，所以如果说这样说，电器界唯一的总兽的话，就插座而已吧。嗯嗯，完全可以同意，很有道理，对不对？哦，这是有智慧的。还好我智慧不用在这里，不然很庆幸。我们还有下一题吗？还有别的吗？还有可能发生BL最可能发生的地点。好硬啊，还好吧？最可能发生的地点，最可能哦、啊，可能而已啦。可能发生的随便写啊，写一个就好了吧？嗯，发生的地点，写好了，我也好了。这字是这样写吗？那算了。你们平常在key字也是用打字还是自己写上去？
我会先用写的啦，主要是那时候真的会胡乱写，写到就是看得懂就好，连帮我打字的朋友都说你这个字在写什么，然后我过去看我就说我也看不懂，就打掉重做。对，就那一句就重来了。啊、哦嗯，好辛苦。我的答案，哎，皆可。看一下。皆可，为什么都看模棱两可？没有真的啊，到处都可以啊，天上天下连地狱都可以啊。嗯，所以真的要讲话，南方公园关系吗？那是皆可，啊，对啊，那是皆可哎。可以，也不要这样子，可他写的很对，好，可就好，可就好，都可，都行都行，哎，不会啊，都可，哎，不会啊，好了，换我，我是泳池，是不是？泳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脱光光啊，看起来坦诚相见，有的时候就可以蹦出不一样的感情了。那应该是温泉吧？温泉也可以啊，可是就写一个嘛，跟水有关的地方都可以啊。跟水有关的地方，写水库好了啦，气死我了！来换老师，换老师，换我好，其实一样嘛，对不对？心有灵犀，全宇宙啊，好合适，都可想一想，是都可所有跟他弟。那有没有觉得最有可能，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有没有一定会有？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先看有自己的答案好了。厕所，超狭隘耶，好狭隘哦。这也是有水的地方，然后跟也是大家会比较坦诚相见的地方啊。我在厕所不会跟人。我觉得他应该有看过那个阿布，阿布，大家也会坦诚相见的地方、啊。好男人系列，你是他的私底下。我有个好主意，是这样子吗？好男人有想到吗？想到什么最可能一定会发生的？我觉得一定会有的学校。学校？对啊。你说男子学院那种地方？没有啊，不一定啊，一般学校也会有吧。那这样不是很狭隘吗？不会啊，学校范围多大？你的最狭隘吧，厕所还最狭隘。厕所冬天厕所很大吗？请问一下，我们每个地方都有厕所哎。哦，对啊，学校也包含在里面，有没有？我连你的都包含哦，连泳池都有呢。我泳池有厕所。学校也有泳池，学校哪里都有。学校赢了。三方都有呼应。学校还有保健室呢。那老师呢？你有想到什么一定会发生的地点？不可以再重复了，不能再重复了。不行不行，重复就不好玩了。发生率最高，发生率最高，发生率最高，一定会发生。对啊，就那就摄影棚啊，摄影棚。对啊，你想一想，模特界里面什么不多 gay 最多嘛？哦，是这样子吗？是吗？对啊，模特界，你去查看，一堆名牌的那些创办人都是 gay， 还有化妆师、化妆师、服装师、造型设计师一大堆。哇，这就是倒是一个完全的新知识哎。有人说有战队，什么有战队？发生有有怎么讲？这一定是比较不可能，这一定是穿凿附会。这个现实中绝对比较真的，目前没有听说过。不要再自己脑补了，是个好题材啊，是个题材。好，那还有吗？还有别的吗？没了吧？没了吧？没有哦，没有了。那就往下面聊吧。毕业心理测验结束了，结束了。其实我觉得没有测到什么东西。对啊，就大家这个讲出自己的想法吧。应该说把你们自己深层的欲望说出来，这样我的欲望，深层的欲望算是吧，某个程度上也是啦。所以哪一天就希望可以抓下女同学的内裤哦，是不是？没有，可是在这样设定的话，你应该是抓下男同学的内裤了。你是说在这个是在现在的话题里面吗？对，那无所谓，我还是想抓女同学。没有，你抓到的是男同學，你前面就只有男的呗。对哦，一直以为他是男的，就抓下来发现少了。扶他，扶他，你扶他，怎么有一柱？一柱上来讲，我可以接受、啊。一柱了，是不是？抓下来不要只有一包的话，我是可以接受的。怎么有一包？不可能啊，就天生要有那一包。不是，如果而且是鱼柱的那一包。如果他只有一包，我会很尴尬。不只有一包的话，嗯，还行还行。卤蛋的新恋情是不是？还行还行还行，可以。往下聊啦，笑嘞。我可以不要再聊鱼柱吗？我觉得有些观众不知道鱼柱是谁。不会，鱼柱就是最大高手，灌篮高手啊，对不对？好，聊啊。老师的作品很多是 BL， 我们现场有两位男性，你觉得他们是什么属性？你旁边这两个，我们现场其实很多男性啊，如果摄影师跟我们的。对，企划算进去。你觉得我们编辑是什么等级？我们编辑是谁？对，我们的企划。企划。哈鲁。好。你应该就是一个平淡但是渴望爱的兽吧？哇，你好可怜哦！好，被压制了。对，赤裸裸的心理测验。那种
办公室恋情里面，然后这时候、啊、放心，你未来会很精彩的，因为会有总裁爱上。谢老师，谢老师开导，总裁系列，对，今天总裁系列，进入总裁系列了。可总裁现在已经算很久的一个梗了耶，应该说很久 的, 的。可是因为他设定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要配这样，对啊。因为他很平淡，所以要配个总裁嘛。对，这样的话才可以去激起他生活的激情火花。好、哦哦啊，那我们题目是问现场两位男性，也就是你旁边这两位。你哦，这么很尴尬吗？不是，因为他刚才写厕所，我就会直接想说他是常留言在 gay bar 跑厕所，然后被人家捡尸捡回去，又发现真爱的花心，可以发现真爱，花心雅痞瘦这样，好爽哦，可以发现真爱，不要这种真爱，我觉得身经百战，不要不要，那我喝一口水差点喷出来。千万不要，这样好屌哦！对，你会有真爱。是，谢老师。而且可能是平常是那个宫的话，他是鬼畜宫。谢老师，你说他的宫吗？对，他的宫是鬼畜宫。哇，你好猛哦！你是大哥哎。先不要笑，我们还有卤蛋，分享一下，老师讲一下，讲一下。卤蛋哦。怎样看不起我？先来一个美化滤镜先。大家好，太粗了。就是看透外表，然后看到本质的话，就是卤蛋他看透我的本质吧、嗯？对，看透你的本质。看透你应该是一个傲娇哦，是这样子。傲娇，然后渴望，又是渴望真爱。你怎么大家都渴望？你们大家都很渴望，不能看到你们眼中的欲火了，不会，可是你们属性都不一样。大家都是傲娇毒舌，然后很渴望真爱。的上对，但是事实上你嘴巴上那样说说，但是事实上你的肉体很没有超节，对。节操了，节操，节没有节操的肉体，讲他肚子吗？真的，我的肚子越来越没有节制了，太没节操了。有了，最近开始有节操了。看过你跟很多人一起玩，嗯、就觉得玩一定很花。哦，是这样子爱玩、哦，真的吗？爱玩的男人。可老师不觉得卤蛋的外观，就如果他不讲话的话，他可以是一个无口功吗？没办法，怎么可能啊？不讲话，就是以他的形象，然后跟就是。啊、哦，不行，我掰不下去，我把它掰成是狗。做人要诚实，没办法，真的没办法。看到这样子就知道啦、啊。看、嗯、他这样子是怎样，这个样子是。对，他就是傲娇。那种恭维，嘴巴这样就傲娇。是这样子吗？好吧，既然都有一点道理吧，能接受这种设定了，有一点道理。然后渴望真爱。那老师觉得我们现场有谁有可能可以当你笔下的人物？以设定上来讲的话。如果真的要的话，就可以马上配对啊！好辛苦哦。他们两个不都在你心中是瘦吗？两个都瘦、啊。设定上来讲，可是如果说真的两瘦相见的时候，必有一功啊！两瘦相见，两瘦相见，对啊！哇，讲的好像那个动物星球频道会出现的画面。所以说，就是怎么讲呢？哎，不行，我讲这话题的话，不能够出现在这个频道里面。哦、真的吗？是这样吗？有这么困难？对啊，不然因为就等于好啦，就男生的话就。有前面又有后面的话，当然两个都会用啊，不可能只用一个吧？是这样吗？我真不知道哎、欸，我完全听不懂在讲什么、欸，不知道、欸。你可以请你详细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啊？我真不知道、欸，什么是前面后面？前面的话就是，哎，鸡鸡。嗯，后面就是菊花。天生我才必有。看来您刚刚突破了很大的心房。是是是，就是我觉得我被逼到了。是不是？是不是？赚赚。对，你在上这个节目根本就是挖坑你有人跳、嗯。有没有？多简单、啊。不过事实上，我觉得我来之前啊，我还跟朋友说，我一定要保持一个高大上的形象。嗯、不太可能。高大上。高大上。什么叫高大上？嗯、就高大。高大。嗯。上呢？上。伟大。高尚、品德优尚之类的，那都只是大跟上而已啊，就这样子啦，大家知道意思就好了。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对，可是问题是朋友说啊，你上次卤蛋节目啊，可以继续跟他讲乐色话，就可以高大上了。嗯，没有没有，根本高大上。跟你讲话哪会变高大上？对、啊，完全没有办法。我现在就是你要放心的暴露本性，然后在那里拼命讲乐色话，然后我就觉得，嗯，好像很有道理耶。所以，哦，我现在一直在模拟高大上到底是什么东西。高大上，对啊，装逼好了，装逼哦，没错，嗯。但你知道，对啊，就装逼呗，听不懂啊。没有，大致上懂，大致上懂。嗯，就是这个意思。我说，因为老师你也看过他跟其他人所谓的其他人是谁玩的影片哦。
就是其他实况组吗？玩什么？六探、鸟屎他们之类的。六探啊，然后还有上次那个叫什么、啊？什么滴滴啊？滴滴滴。对啊，我是看他玩。哎，对对对对，就那个。法拉利姐。法拉利姐。哦，法拉利姐跟六探一起。哎，是吗？还是鸟屎？哦，你说大概是玩二零古堡的。对对对，变音那个滴滴。我想说，我这辈子还没有跟法拉利姐接触过。没有。你跟他一起玩，我还蛮期待的。拜托，我会觉得很。啊、很特别、啊，人生真的。可是，我看到你在桥上被来回撵的时候，我真的笑得很开心、啊。大家都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人家的痛苦上，可以理解。因为其实我之前节目上有问过他、欸，因为他的粉丝还真的有帮他就是写过毕业的文章、哦。我好像有接。然后我问他说他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我看了大概。他跟谁配啊？六探吗？跟六探。可能都有。其实跟谁我都，你知道都怎么样？我都还蛮开放的，无所谓无所谓。你看，男人就是贱。关我屁事啊！我不能说。我第一次看到有女生骂你贱，我觉得好开心哦、喔。我不能说心胸宽大一点吗？男人好顺哦、喔。好奇怪啊，是不是？没关系，这你知道，在这种场合呢，五人最好了，可以可以。好，可以可以，我心胸宽大，就大家都说人很好，必须点赞。好，我们需要把话题稍微拉回来一点，我们跳有点。啊，你讲你讲。好，就是老师职业中有提到会打电玩哦、喔，所以你会玩什么游戏？Biohazard。哇，二零古堡。对，二零古堡，然后还有像儒鸦巫女的话，只有玩一些，因为时间的关系。嗯。然后这个系列的话，其实真的有玩破关的，只有第一代的零吧。嗯。恐怖 game。嗯。对。嗯。最喜欢恐怖游戏。喜欢，但很怕。然后或者像大神贝欧内塔、恶魔猎人这种动作系的，都还蛮喜欢的。哦、所以您是认屯？您是任天堂支持的？不是，不是。没有、欸、其实我没有买 Wii， 那你有 PS 吗？你有 PS 三是锁锁 PS 三，哦，好古老，十年前啊，对啊，十年前啊，别这样子，差不多差不多，还在玩它，所以该不会你玩过游戏，你都把它画成本子吧？实际上真的有画成本的是大神跟恶魔猎人，恶魔猎人，恶魔猎人，对，有啊，大概也就这几个可以了吧？但丁很帅啊，五代的就不要提了，对，是。四代以前这些但丁很帅、嗯，不过后来的话，游戏比较多是看实况、欸。哎、啊，我是不是打断你了？没有。刚刚弥漫着一股尴尬的气氛，在等下一个人去接话。没有，因为我们搞上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要问，所以你们两位如果有什么其他关于我不知道，就是类似书啦，或者是 BL 啊，或者是其他东西的，有没有额外想要问的东西？我比较想要知道画画之类的东西啊。啊你，你就是老师，你画画都是一样，都是现在都是电绘吗？对啊，就是你从刚开始入到那个，就是刚开始入行，然后到现在一直都是从电绘开始的。哦，没有，因为一开始的话，毕竟电绘还没这么普及，所以还是最传统的稿纸，然后割网点，然后上墨线，一直到差不多。那好像也蛮久以前，十年前开始电绘，买 PS 三那个年代。所以老师，其实你很早之前就应该更早了、啊，切网点那种，你也真的都是有经历过，就对了。有啊，那时候一边割的时候，还一边觉得哇妈的，这是什么时候？哎、欸，好，嗯，无所谓，无所谓，我这边什么都没有，这边真的没有，没有这种事。什么时候可以用电脑画？然后后来真的可以用电脑画的时候啊，然后人的贪婪是永无止境，然后这时候觉得。哎，我为什么不能够脑子想一想，然后就可以再接个 USB， 然后就直接列印出来？真的，我也好想，我就不要用手了。对，所以人类的欲望真的是很难去满足。哦，可以可以，我很满足，我很满足，我懂。好、啊，那我们这边老师最近好像有签书会吗？我们来看一下 ，Q 一下底资讯，对资讯的哦。这哪叫底霸？他上面写底霸，然后他 Q 一整张。对呀、啊，天哪、啊！唬我。好，来来来，啊，2月13号，礼拜六在台北南港展览馆 B 舞台区，然后需要事前报名，对不对？网路抽选哦，报名然后网路上抽50位，然后现场50位，嗯，然后本活动记得要满18岁，需携带吧吧吧，好，就这样。对，2月13号这边也有，没错。然后这边还有字，就是刚刚那一张底霸的。没错，缩小版。然后这个的话是编辑特别带过来，哎，这样的话比较不会反光。嗯，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次我的签名版。嗯，然后这是它的 sample， 就长这样子。然后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可以来参加活动。然后这样的话就有机会可以一起得到李崇平老师跟我签名版，就可以一起带回家。
嗯，李崇平是另外一位我们老师吗？对，也是另外一位老师，然后他也是有在这个、这个新书里面也是有作品。嗯哼，好的。所以前面这两个也是你的作品吗？前面这两个的话，并不 是，并不是。对，所以你是帮其他老师做宣传，一起做宣传。对，友情赞助。不过我还蛮惊讶，是你们好像对我这一生完全就是没意见，然后非常保留就接受了。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好奇，不过其实你知道，我们玩这个来这边的人其实都怪怪的，穿的奇怪的不少。对，奇装异服的不是奇装异服，真你不是第一个，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谢谢大家，我这样子振兴盛宴。那既然您都提到了，这个到底是要解释，你还是给你一个机会介绍一下。好，那这个的话，因为其实他在这个我的作品里面呢、啊，小公他是雪豹，嗯。其实很亮，太亮的雪豹了。好，雪豹、哦、有了，是挡到雪豹。可以可以可以。对，然后其实，在出发之前呢、啊，编辑是有问我说，我要不要 cos 成这个小兽呢？然后我就说，有这么胖的小兽，要命了。嗯。然后如果说真的要扮的话，还不如扮雪豹嘞。那这样的话，穿动物装还差不多。哦。然后哦，真的吗？然后他说真的吗？如果这样可以哦，然后说好啊，那你买给我的话，买这个雪豹衣给我的话，我就穿这身衣服上节目、哦。所以就买来了，所以是为了宣传啊，啊，呼应一下自己的作品。编辑就真的买了，然后还蛮用心的，还行还行，我觉得蛮适合的。整体来说还算是蛮用心的，是啊，我觉得穿起来还蛮温暖。然后就说，如果说买来送我的话，那我就穿。那你以后还会穿出来吗？穿啊，你之后可以穿这身，然后再加画画。对啊，你也可以穿这个去签书会。还是之后都当睡衣穿的、啊。是啊，我觉得很不错啊，挺适合的，挺好的，而且它有附小口袋，有特色，可以哇，还有小口袋，具备功能与实用性。对啊，赚还免费的，太棒了。好，多穿一点，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啦，真的晚了。我们感谢我们的蓝心人老师，然后来节目上分享各种的画画经验。好像、嗯、虽然画画经验好像也没有分享，没有分享到什么画画经验啦，好像理解了其他达到目的嘞。我说很多垃圾画的感觉，主要就是鱼柱而已吧。鱼柱是重点吗？还有其他作品啊？对啊，还有机会可以骂到卤蛋、啊。还行还行，无所谓，我人最好了，多卖一点，多卖一点。是卤蛋是个 N， 来对。哎、欸，对对，好，谢谢，好，可以了，行了，行了。不用，当我附和人家的时候，人家就很尴尬，我觉得很好笑。谢谢，可以了。好，那我们下一趴要继续要玩刚刚的 Halo 吗？就反正先进广告。对，好，我们先进5分钟的广告，那我们下一趴再回来。好，那拜拜。欸